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又再一次研读约伯记。约伯记的主题探讨受苦，特别是无辜人的苦难。但是面对苦难就衍生出安慰的议题，所以在未来几次的每日亮光，我们要借着研读约伯记来反省，作为安慰者的提醒。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思考一个议题，叫做一厢情愿的安慰。从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发现约伯的朋友本来是来安慰他的，但是却恼羞成怒，竟然开口说：“愿上帝开口攻击你吧！”因为他认为这样的话，约伯才会有智慧，认识到自己的罪孽。这样的安慰里面所反映的是态度的问题，首先是骄傲的安慰，就是安慰者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原本是来安慰的，结果变成是来教训的，而且带着态度上的高傲的教训。并且从内容我们可以发现，他将罪恶和受苦画上完全的等号。这样的安慰没有带来医治，也没有带来力量，反而是对受苦者一种二次的伤害。这样的安慰其实根本就不是安慰，甚至是压垮受苦者最后一根稻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被提醒，因为我们常常需要探访受伤生病的，我们需要去鼓励心理软弱的人，我们需要去帮助那些在生活上遭遇困难的人。但是每一次我们有意无意以强者对弱者的态度来说话，我们就会犯了骄傲与自以为意的毛病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们就不再是安慰者，而是论断者。我们不但不能帮助人，我们还因为自己自以为意而犯罪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可以带着上帝的慈悲怜悯去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当中，来真正成为安慰者。